我们要去找那些粮草，然后用那些粮草销毁，都准备好了，只带那皮子扔路吧。 告诉裴元，让他们先在厅里面闹一会儿，拖延时间。好，好，好！月姑娘，你这琵琶弹的真好啊！放开！月姑娘的手是你这种泼皮能拉的，放开！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？阿月，不枉我为了听你一曲琵琶，特意到此。<笑>我要把这个送给阿月。此等俗物，他不会喜欢。有道理。 这个你肯定会喜欢吧？啊！阿月，阿月来了！阿月，我等着你办啥了？ 阿月，这怎么了？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阿月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客，贵客请留步。这客人们都在前厅听小曲呢，若有所需，您直接知会一下小人便是了。皮子呢？皮都是贵客。 可您却要打听别人，这请恕小人无可奉告。<笑>我们是郭氏将军麾下，无论我们的事，单单的请问，那个叫阿月的乐器在哪一家？这才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，看，美人配佳人，<笑>这个行不行啊？美人，阿月。 等了很久了，就是想听你为我单独弹奏一曲。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私自放客人进来，你不怕厂长会打断你们的腿？没有啊，跟他们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偷偷进来的。哎呀，可不可以不要生气了嘛？下一次我就算你打丢了，好吗？ 阿月，你居然在屋里藏人，还藏了俩！别误会，我们一时情急才误入这里，请见谅。真不知廉耻，还不快从我屋里滚出去！是。
换回这池子里的水，把它赶走。是是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快起来，阿月，起来！别拉我，阿月，快出去！别赶我走啊！皮斯，阿月，出去！竟然偷偷溜出去，战跑到这种地方，带回去。是，哎，知道我谁吗？放开我，放手！这里是个清雅小院，你个女人拦着做什么？谁说我是女人？仙族？风妖？